什么日子？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好日子啊，开机第一天，工作的第一天啊，就开始上班了。你想哥，你在里面现在是扮演什么角色？扮演什么角色？对啊，保密吧。保密吧。这是一部2023年的开年巨制，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好几年都会成为我们行业的标杆的作品。能够参与这样的一部作品，我想是我们每一位从业者都绝对不愿意错过的机会，会在我们的工作履历上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会成为我们一段引以为傲、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。万里挑一啊！各位朋友们，能够参加这个项目，说明你们是何等的优秀。如果你们也赞同，你们对自己有这份信心，请来一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优秀的自己。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祝我们能够拍摄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，收视爆棚，启动顺利。今天是开机仪式啊，送给大家一个橙子。冬天到了，大家多吃维 C 哟，多吃点橙子。好，也可以多吃点苹果。今天是开机的第一天，这就是我的生活日常。走吧，带你们去逛逛片场。好，看看。群演老师们好，早上好，开机第一天啊，大家都在这里啊，你看多么认真啊，还看着剧本呢，特别好，看着剧本，这就是他们的休息区吧，哎，不见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导演生活区。服装区。Hello。第一天我就在这里办公了，也就是开工了，坐在这里，吃个苹果也吃个橙子。我的剧本呢，给我拿一下，谢谢。看到没有，今天我们拍的是个外景，扫一下。对，这是你的休息间。Yes， 是我的休息间。也是谁的休息间？也是大家的休息间，也是成毅的休息间。哎，来工啊！今天拍的是第一集吧？第一集，好。第一集的第一集12场，好，今天拍完这个，Thank you.
虾。在水煮白虾吗？嗯。所有都是水煮吗？对的呀。这里面好多青菜哦，很多哦，看到了没有？很不错的。你觉得这是什么肉？你猜一下。牛肉。你那么聪明，你怎么一眼就能看出来？我又看不出来。纹理不一样。纹理啊，你这有点东西。Lady Go。咱们重的开心一点啊，情绪再激动一点，准备开机，预备，接着走，开始。二一，开始。你第一天上班什么感觉？开心。开心。激动。激动。累吗？不累。不累啊。还可以。现在几点？现在是9:30，9:30的时候。9:30。对对对，整整是打工人12个小时。人。这是打工人的快乐啊！马上就新的一年了，有什么想要和大家说的？新的一年，首先照顾好自己，还有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，就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。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呢，要干什么呢？就要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，好好工作啊。其实这个话每次重复。说多了大家都会记住，我可能说一次两次大家都记住，别觉得哥哥有点话痨啊，也别觉得我有点唠叨啊，千万别觉得我有点唠叨，希望大家好好的过好每一天。 OK， 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祝大家心想事成，就送一个好字给你们啊，什么都好，许下的愿望都会实现，拜拜。